嗨，大家好，现场的朋友大家好。你是罗百吉吗？猪头皮吗？不像哎、欸。你才不像哎、欸！你才不像、欸！你才不像！你才不像！啊！你最不像！啊、你抄袭不像、啊！你根本就不是。说真的，我们来这边，我想问一下，猪头皮，你做音乐会很辛苦吗？我做音乐一点都不辛苦啊！你看我住豪宅，要开跑车，然后要把那么多妹，一点都不辛苦啊！做音乐很棒啊，好棒啊，对不对？你是在讽刺我吗？哪有？我是说真的，我们做音乐不能只看眼前。要想长远的，要为了国家还有社会的利益，我们总要让这个社会更美好，是吗？你真的是罗百吉吗？罗百吉会讲这种奇怪的话，那才奇怪。台词背的有点难背。好，来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颁的是嘻哈最佳单曲奖。